同学，干嘛那么急啊？你不知道再不快一点，船就要开走了吗？是什么船？就是新竹高中管乐社第67届暑期音乐会主音主一号航行的日子啊！耶！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来欢迎新竹高中管乐社，还有沈明上沈老师带来的第一首曲子《爱尔兰传说》。我们欢迎。